凶手，我哪觉得那样？饮料店失火，大火狂烧，不断喷出浓黑烟，超吓人，火势快吞噬透天厝。火狂烧，冒出闪闪火光，还传出爆炸声响，火势惊人。不止民众围观，最傻眼的是一名外送员，才正要来取餐，店家怎么烧起来？搞笑po文，您的餐点失火中，就是有冒烟的、单子在那边，就想说要不要接这样子。外送员超犹豫，原本以为只是小火，没想到越烧越大，确定不能出餐，赶紧回报要取消订单，原因是因为店家失火了。贴文曝光，网友留言：这火势好惊人，您的餐点失火中。我遇过客人打来问怎么不接单。我说隔壁烧起来了，遇到正常的派单还是会坚持要联络上店家，真的 BBQ 了。一般都是傻眼吧，说真的还起来就有拍照啊，就取消了。有单的话先帮他灭火，看能不能做，没办法做就一单换下一家这样。景气不好，外送员拼命接单，使命必达，万万没想到遇上店家失火不给力，只能庆幸老天保佑，不管店家或是外送员都没有人受伤。记者蔡武言、洪富人、陈珊珊高雄采访报道。这个梦梦水独家配方起入入睡关键，舒眠的元素能够安定舒缓神经，让你身心达到放松。当中有茶氨酸调节情绪，增强抗压能力，还有德国洋甘菊萃取物可以疏解焦虑，帮助睡眠。睡前的30分钟来一包梦梦水，白桃风味，酸甜好喝。